最近有打算养比熊的姐妹们，可以看过来了，我一共给你们准备了四只，咱们先来看看第一只。这只呢是只弟弟，目前已经三个月大了哈，它的小脸嘟嘟的，特别可爱，而且毛量也是超级的好，眼睛是又黑又大，黑色素也特别好哈。哎呀，还在一看就是个贪吃货，还在舔呢，宝贝，嘴巴也不长哈。来看一下侧面，只有一指，后面的毛量也特别好哈，而且还是雪白雪白的，体型也只有巴掌大。再来看一下小脸儿。太可爱了哈，还特别乖。如果你们喜欢毛量多的乖的，可以选它啦。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只，这只呢是四只里面吃的最胖的一只。别看它吃的胖哈，它还会技能呢。而且它的嘴巴也短，来看一下侧面，它额头是齐平的哈，后边的毛量也是超级的好，又多又密，体型呢也只有巴掌大。再来看一下小脸儿，哎呀，真的像个大胖熊一样哈，还吐着小舌头呢。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只，这只呢颜值也特别高哈，尤其是眼睛又黑又大，鼻头也是黑黑的，还吐着小舌头呢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一点轻微的地包天，但是不影响颜值哈。嘴巴是又短又翘，来看一下侧面，几乎是平的，后边的毛也超级的好哈，又多又白，体型呢也是只有巴掌大哈。再来看一下小脸儿，哎呀，太萌了哈！如果你们预算不够的，可以选它啦，还在土神卖萌呢，宝贝。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只，这一只呢是压轴款，也是四只里面长得最好看的一只，眼睛最大的一只。你看这眼睛比鼻头足足大了两倍，而且它的嘴巴也是超级的短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哈。又短又翘，几乎是平的，背部的毛也是特别的好哈，又多又密，加上头只有巴掌大。再来看一下小脸儿。天哪，像个娃娃一样哈！如果你们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，追求完美的，可以选它啦。这四只呢，完全是四个感觉哈，你们更喜欢哪一只呢？